跨越古今的传世杰作，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。近年来，紫砂壶因为它的艺术性和实用性，价格是一路攀升。宜兴紫砂矿物质含量丰富，色彩艳丽却又质朴浑厚，举世仅有。为保护天然资源，已于2005年封山禁采。紫砂壶独有的透气特性，能保留茶的茗香味，使用时间越长，表面就会出现温润如玉的光泽。从明代至今500年来，文人参与紫砂壶的设计、绘画、题字、刻章，艺术价值不言而喻。汪达明老师是中国首批认证的制壶工艺师，其作品于多项展览中获得金奖殊荣。汪大师在壶艺上的成就极高，技艺精湛，寓意深远，是近代陶艺家中最有潜力的一位。中国只有一把茶壶，它的名字叫宜兴。